帽子喊江哦，真是好漂亮的意思，好美哦。谢谢彤彤姐姐。而且啊，点点，你戴起这顶帽子来，看起来咚叮一下。啊？什么响？咚叮一下，真是好可爱，好惹人疼的样子哎。谢谢彤彤姐姐。亮亮，什么事啊？点点戴了一顶好漂亮的新帽子，很讲哦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啊？可是我现在在写功课，很忙哎。哎呦，你就先看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写嘛。好吧，我看看哦。哇，点点，你戴的帽子真可爱耶！啊，这真的吗？谢谢你。那我可以继续写功课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赶快写赶快写。很讲哦，好美哦。很讲哦，好美哦。点点，这顶帽子很讲哦。那这个蝴蝶结呢？这个蝴蝶结也很讲哦，我好喜欢哦。那这个蝴蝶结就送给你吧。真的吗？谢谢点点，好可爱。咚的一下，好可爱。咚的一下，好可爱。哦，戴这个发箍，咚的一下。可是这个蝴蝶结也好可爱哦，戴上去一定也很咚的一下。到底要戴哪一个好呢？都戴上去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全部戴上去，这样不会太像阿花吗？很讲哦，咚叮一下，两句都是在说小朋友好可爱、好漂亮的客家话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老幺。